整块扣肉，这咋吃啊？这堆堆上面算了，这没办法，放不了了已经。那我们去洗去，走走吧。刚刚在厨房了解了一下，今天是20道菜，8道整菜是用来打包的。你看，塑料袋准备好了，还有12道是散菜，是用来吃的。包包上菜喽！这叫多子多孙汤。整柜子，年年有余。这个是玉米排骨汤，玉米、蘑菇要不要？还是要吃辣的？不要啊。啊。我来上好了，我来牛肉，这牛肉味道好，这样吃肉爽哈。就还有海鲜，海鲜大咖。欢迎我的所有的朋友们远道而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今天都别走，恭喜你们，哎，太幸福了，看着你们。谢谢大家的祝福，谢谢。就是我。真的很感动，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没什么朋友的人，真的，然后做了这一行结交了大家这么一群朋友，真的很感动。来，小美来带着小朋友来的，对，虽然是远嫁，但是让我感觉很暖心，有这么多朋友来见证我们的婚礼。谢谢，祝福你们，祝福。来，小美好，再次恭喜你们，谢谢谢，那我们再碰一个吧，拜拜拜拜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有点烫，小娟摘一点来给你。味道蛮好，甜的。肉丸子，我们那里是发一包，一人发两根，这个是发一条，一人发一包。啊，你要一包是吧？啊，给你发一包。这个喜宴好。鸡来了，这个。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鸽子汤。我们结婚也有这个菜。半壁江山，猪头肉，尝一下。真的很烂了，这里的菜太硬了。还有10个这样的菜，慢慢吃。这是猪脚吗？不是，猪肉。猪肉啊？哦，这个放哪里嘞？来喜糖来，小美。这个甲鱼来，放这里好了，放这里好了，来。来，别客气，它的炒法跟我们楼底还不一样。这个是羊肉嘞，我的妈呀，这个菜组太扎实了，挺好吃的。哎，鸡爪嘞，这怎么吃啊？这么多菜，哇，这个菜真的是，这能吃完呀？我的天哪，整鸡，这个是整个猪肚是吧？对，这个是用来打包的，其实人家本地人用来打包的。这怎么吃嘞？这是没法吃啊！开始要打包了，本地人，一人一个塑料袋。我们要不要打呀？我的个娘哎，这个菜呀、我都真的是，就放上面吧。这真的只能打包了。这是猪脚，一整个猪脚，我的个娘哎！来，行，那你把它吃掉。吃货的。我的妈呀！哎，你们动动筷子嘛，你们完全不动筷子。你看这个菜，比江西菜硬吗？比我们那里也硬。已经开始打包了，开始打包了。你要吃吗？吃个鸡腿吗？扣肉，一整块扣肉，这咋吃啊？这堆上面算了，这没办法，放不了了已经。哇，放这里不能。哦，他是菜，他们的菜全打包了，就是之前的散菜也打包了。你看，人家还有一道鱼啊！祝大家年年有余！来，我的妈呀，我只能惊叹于一地一俗。现在菜差不多上完了哈，太壮观了，全是硬菜。我们也回是吗？我们也回了。我们反正离得近嘛，对，反正我们离得近，你看翻过那个山就属于楼底了，是的，要常来玩。老罗，下次到我们家去玩，带小美、小七月来玩。我要是有个争取咱们也生一个小七月这么可爱的女儿。那么你们先去忙好了，不用送。拜拜，跟姨叔叔拜拜，拜拜，哎，跟爷爷拜拜，好，拜拜。